Hello， 大家好，我是叉叉 Y， 欢迎收看 HMN History and Movies 系列单元。在这个单元里，我将会介绍今天在历史上发生过哪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并且配合一部电影的介绍，让你在看这些电影或是历史事件时，有更多不一样的思考空间哦。2005年8月23日，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发布了第12号热带低气压在巴哈马东南方海域上形成的消息。过了两天，这个逐渐增强的热带低气压成为了飓风，命名为卡崔娜，是2005年大西洋飓风季期间形成的第4个飓风，并朝着美国佛罗里达州前进。最初，卡崔娜飓风从美国佛罗里达州南端登陆，横越到墨西哥湾内的海域，吸收了大量温暖的海水，增强为1个5级飓风，也就是萨菲尔辛普森飓风风力等级的最高级。卡崔娜飓风于8月29日在路易斯安那州比勒斯再次登陆，并朝着美国的东北方移动，横扫了路易斯安那州、纽奥良一带、密西西比州、阿拉巴马州等地。美国政府在卡崔娜尚未登陆前，便要求纽奥良城的百万人口撤离。从29日卡崔娜飓风登陆到8月31日消散成温带气旋为止，总计造成1836人死亡，90%的建筑物受到破坏。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阿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至少有230万居民受停电影响，大规模通讯设施故障导致经济活动受阻，股市受挫。墨西哥湾海域上的专油平台也因为卡崔娜飓风而被迫关闭，让灾后的油价飙升。小布希政府甚至不得已动用到战备石油储备，以帮助重建风灾时被迫停工的石化工业。风灾过后的纽奥良在9月1日出现暴民与警察的严重冲突。无政府的混乱状态让路易斯安那州州长紧急调派了刚从伊拉克撤回的国民警卫队进城维护治安，甚至还被授予可以开枪击毙暴徒的权利。暴民和警察之间发生了枪战，各地都有爆炸事件发生，甚至有警察受不了压力而自杀，200多名原警辞职。如今卡崔娜风灾受创的地区已慢慢恢复昔日的繁荣光景，人口也慢慢回流，10年的重建计划也让纽奥良成为新创产业发展最快速的城市。但随着外来人口迁入造成的高房价、高消费的问题，也迫使当地居民发起了抗议，希望政府能够重视当地的居民，而不是只看到表面上的成长，而忽略了原本住民的权利。有关这场改变美国南方地区生活样貌的卡崔娜风灾，大家不妨可以参考2008年入围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纪录片《卡崔娜记事》。这部纪录片以生活在纽奥良的金伯利·罗伯兹夫妇所拍摄的 DV 影像为主轴，带领观众直击卡崔娜风灾最具震撼力的第一手画面。纪录片更穿插了当时的新闻媒体捕捉到的画面，更用一则求救电话凸显了美国官方在卡崔娜风灾期间救灾不力的荒谬现象。你很难想象，这个号称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竟然会在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被一场风灾吹得原形毕露。从飓风登陆到重建展开了1年后，接二连三荒腔走板的处理方式，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你也喜欢这部影片或是声音，也别忘了按赞、追踪我的脸书粉丝团，也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IG 以及各大声音平台喽。我是叉叉 Y， 我们下一次再见，拜。